Hello， 米娜桑 ，Vegeta JVC 来台湾了。不，他一直都在，以为是怀念的品牌，没想到他一直都在。JVC 当年年轻的时候用他的牌子叫 Vegeta， 是由日本内销的品牌，外销呢则由 JVC。当年是结尾式，原来他一直都在。我强调 JVC 一直都在，现在用的是 JVC 的980的 4K camera 呢 ，Run In Boss。我刚才已经run进去了。那 run out 出来，那么这个机器呢 ，4K live out、live clean out 都可以的，还有它可以做直播，因为它有 clean live。好，戴老师，你左右移动看一下，就是身体移动这样子拍哈。好，身体移动带一下镜头。对对对对对，我们看它的防守阵呢多厉害，它呢防阵、防水、防尘。还有防盗吗？不是，防什么？防冲击。防冲击啊，也就是说，哎，卡没弄掉吗？不是啦，这是在1.5公尺放下的，我忘记了，反正是防冲击。所以警政单位非常喜欢用这一套装备 ，JVC 的 camera。那么我们利用它来做手持测试录影，那么有机会帮大家做直播。那示范的这台机器呢 ，Nexplus 认证的一台电影机。S1H Lumix， 它呢是在单眼相机、微单相机当中唯一获得认证的机器，到目前为止记录没有人可以破。在电影机当中呢，破了一个世界级记录，就是这个电影机的机器居然只要10万块左右哟。全世界性能如此之高，不会热当，防尘、防滴、防寒。耐热，主动式的耐热系统，让它在全世界的摄影师当中呢，公认最可靠的一套装备。-15度到零下，人家说人家在-25度照样操得很好，在高温45度照样操得很好。别的牌子都当了 ，S1H 依然屹立不摇。我们赞叹这台装备的出现，更告诉大家，全速售酒。我们缺货缺非常的久，你以为我会来那一套吗？好，导播能不能追加量？没有，真的就是没有，不跟你玩这一套。但是呢，我们这一批追量呢，在10月初的时候呢，会到一批，但是真的要排。我没有见过一台这么贵的相机可以如此抢手。Nexplus 认证的电影机 S1H 全篇幅，现在用 JVC。980帮大家录制，谢谢大家。顺便做声音测试。